什么是光棍节？光棍节是一种流传于年轻人的娱乐性节日，以庆祝自己仍是单身一族为骄傲。11月11日，光棍节，源于这一天日期里有四个阿拉伯数字一，形似四根光滑的棍子。光棍在中文有单身的意思，所以光棍节是单身一族的一个另类节日，这个日子便被定为光棍节。光棍节产生于校园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传播，逐渐形成了一种光棍节的文化。光棍节既非土节又非洋节，乃于上世纪90年代初诞生于南京高校，是校园趣味文化的代表产品之一。据悉，社会上也有年轻人特意将婚礼定在这一天，就是为了赶上四个一的吉利，希望这一心一意的爱，一生一世的情能带给他们幸福。